尊敬的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我们在今天的在周日呢，我们非常有幸和我们的七哥一起连线，同框同心，一起来挺聆听我们七哥的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局势的分析，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好，有请我们的七哥。啊，这我就先来了呀！尊敬的战友们好啊，今天应该是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好，那你让我先来，我就先来吧。今天啊，尊敬的战友们好啊，今天是2月27号啊，世界局势大变，我们已经连续2天直播了，很高兴今天和凯瑞啊、千羽、好好先生、卡利西在这块儿开始今天的大直播啊。这个世界局势大变啊，世界局势大变，这个大家可能都睡不好。啊，那么我们在前线的，正在全力以赴工作的，啊，可能要奔赴乌克兰战场的啊，英国的大卫带领的前线团队，和有后线的补给啊老班长准备的救援的安抚和照顾团队，以及我们现在整个 G 系列啊，全面由草根兄弟啊全面开始来给大家答疑，解决正常运转的草根团队。还有后勤上的如水啊，财务团队，还有我们全面啊总负责协调运营的运管的多方面的长导团队啊，还有我们的媒体小福利唐平啊，这个媒体团队，还有我们的金牛斯悟空那里啊，已经全面开始，所有现在新中国联邦和爆料革命的战友们都应该在全面协调下，按照我们的计划，负责任的、严肃的、认真的啊。全面协调投入到这场，中国人参与的全世界啊，这个世界大人类啊，人权人性啊，大救援的行动啊，这是意义重大。今天我们在这里直播的时候，我们先谈一谈新中国联邦和法治基金联合国救援组织启动的国际人权啊人道救援行动。那么首先，这个我们卡利西今天是主持人啊，卡利西是佛教徒，和我是一样的啊，俺俩是同宗同教。啊，这个他的法力比我大啊！但愿这个卡里西这念点经啥的，能把这个战争给念停了啊。行，卡里西，请谢谢。好，谢谢七哥。那么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大变，以及世界这个战争一触即发。那么我想请我们的远程农场的嘉宾呢，顺时针的来向我们的七哥去提问题自己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提。那好，先请我们的喜马千鱼。好，谢谢。哎，大家好，七哥好。上次跟七哥直播同心同窗已经是牛眼了，是一眨眼，现在战争爆发了。那么现在战争爆发了之后呢，我们新中国联邦在这个时候可以起到了很多很重要的作用，跟以前那个中共国那些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现在哪怕是乌克兰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还藏在后面藏着掖着，而我们新中国联邦现在已经准备了10架飞机，然后所有的各地的战友都是整个带弹，全力以赴。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七哥，那现在这个形势呢，就是说，因为乌克兰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个人现在了解了一些。那么他本身的这个他这个总统呢，他是一个44岁的人，他很年轻。他当初演了这个电影叫《人民的公仆》，那么深受大家喜欢。然后现在终于参加了这个总统大选，然后当上了总统。这个在独裁国家是很难以想象的，在于民主国家呢，这么人民的选择，碰到危机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像比如说萨达姆，他当初是躲进了下水道，然后卡扎菲他是逃跑了，那阿富汗的总统呢，他也是乘飞机逃离了塔利班。那么他们一直在取笑这个所谓的喜剧演员成了真正的总统。现在呢，所有的人民，结果他都是为人民而战。那么我想问七哥，就是说有人说这个他就是，在乌克兰的这个。郭文贵，我想问这个七哥，您对这个怎么看呢？您觉得，他们的提法对吗？谢谢千羽啊，这个泽连斯基啊，总统泽连斯基，这个可以说他是开启了一个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前所未有的啊，历史上有各种人小皮，你看斯大林是搞擦皮鞋的，当流搞流氓的，列宁是小混子是吧？啊，专门是搞女人的，是不是啊？毛泽东是所谓地主家的孩子啊，来专门是。
跟他他把他爹的女人搞了，然后又出去当穷山书生去，叫混江湖，叫文叫儒雅教书先生啊，混江湖的混子，哎，多了去了。这个历史上朱元璋什么咱都别说，就说现代国际政坛上有两个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啊，大家就刚才你说那几个问题，跟阿富汗、跟卡扎跟比没有发生过，就这个乌克兰是真正的个民选总统，他是真正的穷光蛋，他没什么钱，而且他的教育程度也不高啊。当时选的时候几乎乌克兰，我的朋友说他不可能啊，绝不可能啊，那种不可能。还有他的朋友啊都劝他，就是把他当玩笑，但是最后民意选了他。很多人说他是穷人总统啊，演艺界总统啊，我觉得都是不准确的。因为你但愿你了解了一点点乌克兰文化，你就会知道乌克兰选择他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人他没有太多亲戚利益集团，是乌克兰的腐败的这个国家的机制腐败到了极点，这个国家跟俄罗斯一样已经被几个家族寡头给分了，他没有啊。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说，第一，我选一个没有钱没有利益的啊，这在东欧国家中欧国家几乎不可能，就是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豪也没有利益集团，哇塞，这个事儿是他核心的原因。第二个，这个人非常的幽默，他本来就做演小丑的啊，他从小的成长就非常的传奇，他很幽默。乌克兰人呢喜欢幽默的这样男人，人家东欧人男人都傻乎乎的是吧，都是属马的，三下就拉倒，然后一天天苦大仇深的啊。乌克兰人呢喜欢这个幽默的人，他比俄罗斯人这个民族喜欢跳喜欢唱，而且特别在压抑的情况下最后选择了他。这个人对整个世界局势，当时他做所有的演讲当中，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现在目前都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纯外行的政治家，局外人，不是 insider。 他这次的表现是什么，战友们，我们要看到啊，到目前为止可圈可点的两件事情，家人没跑，你别说他没跑，他家人就没跑。你可千万别忘了，当年萨达姆、卡扎菲这帮王八蛋一看事儿来了，钱家人第一个跑啊，你可千万别忘这事儿啊，人家家人没走，他有一个很棒的家庭，可圈可点。第二，这哥们是真不怕死，他也没选择啊，他真准备好死了，而准备跟全家人全部殉国。第三个，这哥们有一样东西谁都没想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能跟美国能跟欧洲，他没撕破脸啊，这个你不要开玩笑啊，我告诉大家，这个在历史上是很少人能做得到的。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像陆大脑袋就说蛇妖炎九指妖，一看我没满足立马给你翻脸。所有全球搞政治人都认为泽连斯基第二天只要开响第一战就要开始说跟美国跟欧洲要翻脸，而这哥们儿没有，你们是不是都不理我是吧，现在就我一个人孤独是吧，就我一个人在打仗是吧，你们都在哪儿啊，你们保不保护我呀，你们承诺呢，你们不是保护我吗，让我销毁武器，你们不是给我经济支援吗，你不是阻止俄罗斯吗，你们为什么去联合国呀。而且你知道这个联合国的几个国家跟他个人关系都很好，一个可怜的现在就像好好先生啊，被一群老流氓揍的时候，好好先生说，你哥们儿新中国联邦的人呢，你理人呢，不是救我呢。他第一反应第二句话就说了，你们这帮骗子，一定这样说，没有，他被评为政治绅士先生。前天起我听到这词儿，我就一机灵啊啊，政治绅士先生，你要叫川普，川普一定骂人家祖宗，你们这帮孙子骗我是吧，完了，然后就我要爆你们料，马克龙是吧，这最可怕的，咱们中国人最爱干的事儿，战争没开始自己先咬起来了，先对着自己脚丫子啊，先咬上，咬自己脚丫子不行，再咬自己的屁股，逮住爹也咬娘也咬，然后全世界人都是坏人，就他自己是冤枉的是吧，到处树敌啊，结果怎么样，这个绅士先生坚持了不到17个小时
啊，英国已经不是欧盟国家了，啊，这个 Paul Johnson 说，这哥们不简单的，真扛啊的，他真打呀。话音未落，就一系列的媒体上出来了，孩子、士兵离别，啊，老人被撵，大楼被炸，全是平民，然后俄兵被干倒。大家记住，第二招太牛了。这叫什么？战争信息，战争中的信息战。你看到过俄罗斯发出信息谁信啊？有人信吗？他发啥都没人信。这哥们就找人往那一站，我干了他啊！130个坦克，啊，30架飞机，30架护卫机，然后多少人？所有社交媒体，孩子出来唱国歌，啊，模特哭倒，老人痛哭。然后在坦克前面的阻挡坦克，你见一个这样的视频有俄国的吗？在西方的主流媒体，啊，战争信息中的利用和媒体，泽连斯基牛了。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他一个发小帮他干的。啊 ，Telegram 本来就是俄罗斯人用的，而 Telegram 大老板就是 UAE 是吧 ？UAE 在这事儿是跟俄国站这边的阿布扎比，是跟他站这边的 UAE。Telegram 上呱呱就出来 ，Facebook， 啊，还有我们的 Getter 光光光，牛吧？又开启了先河。这一条都不算绝了，他绝在哪儿啊？这哥们儿马上告诉欧洲，你们要真想帮我，能不能帮个小忙？在 GPS 网络控制上帮帮我忙，千万别忘了啊！全世界所有的任何一个社交，包括盖特，世界上 AI 工程师、数据工程师、写代码工程师，乌克兰第一。别忘了啊，别忘了啊！盖特里边的几个核心人物，我们也是用，最早都是乌克兰的，包括今天洗联储里边的大概50个乌克兰人。啊，人家厉害吧？人家在欧洲，在旁边。几个小国周围，像波兰、捷克，啊，拉斯维克，人家有几个 AI 数据中心帮助泽连斯基建立，这是第一个世界上 AI 的参与的战争。不但这个，这哥们还在你这媒体信息穿 AI 上、GPS 上使用上，更重要的，这哥们玩了个邪子。啊，这开辟了战争的新篇页。啊，示弱，这场戏他跟生活中演了真戏小丑。我用我的勇敢，我用我的看到我的懦弱被欺负，整个的民心唤起了世界的同情。既不抱怨，也不翻脸，这叫政治绅士，战争绅士，和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国家领袖，现在已经不行了，说这是世界领袖了，直接就昨天从国家领袖就成为世界领袖了，他是世界的领袖，而且有几个一帮小孩啊，美女，给达赖喇嘛呀，诺贝尔获所有的奖的这获得者呀，世界 NGO 啊，联合国呀，每天发几个，带上自己照片联络方式的求救函。啊，你说我要给你卡利西发个函，你可能不搭理我啊。好好先生给你发一个半裸照过去，哎呦嗨，这帅哥不错，你肯定要看一眼。啊，这太聪明了啊，完全的是一个示弱公关，苦寒公关，这个战略，这哥们不是这个人类啥信息时代玩大了。最后一条，信息时代的战争已经任何像俄罗斯用的什么，我到哪儿了，我干死你多少人了，还非常传统的。所谓的虚假信息战啊，搞这东西，结果泽连斯基玩这个，就算爆料革命，微针不破，谁也不能给我玩这个。咱说实话，全来真的，不直播，对着手机，哇，一下子把俄罗斯干到了塔西佗陷阱，哇，啊，我们跟他身边人联系，他们说，这个他。现在最想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世界看到他的存在。任何人，他说你们给他一个面包，给一瓶水，他都将终生的恩赐。
哇塞，这话说的多感动人啊！你觉得中国人到发生战争会有干这些事吗？我告诉你，这几件事的优点都会相反。啊，唱红歌，表决心，哭，抱怨全世界，然后跟着党走。民族的文化，民族的个性，民族的勇气，你看得出来。整个乌克兰的民族情绪全被泽连斯基给吊起来了。就这个人啊，绝对是这个人类上不管以后发生什么啊，他都成为传奇世界领袖，非常佩服，愿上天保佑他的安全。谢谢千羽兄弟。谢谢七哥的回答，太有感觉了。谢谢七哥。嗯，谢谢七哥的精彩的讲解哈。确实信息时代的战争呢跟以前是确实不一样的。乌克兰总统的这种智慧呢也体现了这个不一样。那么再有请我们的 Carrie 哈，第一次上镜啊，也第一次和我们七哥直播哈。请你把你的问题展现出来。好，谢谢。嗨，七哥好。嗯，我想问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台湾呢，如果以他现在的军力呢，如果在没有美军和联军出兵支持下的时候呢，能够像乌克兰这样子能够坚持抵抗多长的时间呢？超不过20个小时，拼尽全，就是你在拥有他们这样的领导智慧，拥有他这样的勇气和全民同心的情况下，超不过20个小时，一定的，啊，那个代价是巨大的啊！我再给大家重申的事情，现在俄罗斯叫在世界跌破了眼镜，大家认为整个俄罗斯的现代化战争、立体化战争、所谓的 AI 的战争啊，这个到来的时候，对这个基辅周围这种突然的袭击、立体化的打击啊，几乎几个小时的事儿啊，不会超过一天。但是俄罗斯呢，军方并没有这么采取这些作战，最传统的啊，就是直插式包围，然后的分别包围，然后天空啊作为空军作为轰炸，然后战略性威胁，然后虚假信息喊口号，这是传统的，不用再传统了啊，5000年来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情况下，你看看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完全的，可以说是一个壮丁，一个拿着枪的兵在打一个7、8岁的孩子，结果是如此之悲惨啊！这个孩子躲猫猫哭啊，示弱，引起了全世界的同情，一下子拖到现在啊，这已经是传奇。但接下来啊，乌克兰会非常非常的惨啊，这个苏联只要不倒啊，俄罗斯一定会很惨啊，甚至都想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都有的啊，这他们绝对敢的，太丢人了，是吧？我现在就打一个6、7岁的孩子啊，越打越打追不着摸不见，我就不剩打他屁股了，我可能就要拿刀拿斧子拿棍子甚至拿枪啊，就是穷凶极恶。反过来说到台湾，现在习太阳啊，大家都看着，哇塞，原来这样，他一定是把他的第三个方案拿出来，咱必须快干。啊，快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不顾及世界上什么人道人权，什么啊无辜的老百姓啊，他就不考虑这个了。而且是最快的办法就是导弹。啊，就是导弹。甚至准核武器现在和导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了，空间。比如说一个导弹的杀伤力多少，有没有这个核杀伤力的这种作用，带不带核残量，你很难确定了。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特别是中国有很多这种模糊的这种杀伤力导弹，它可能直接就给你过去啊，直接就把整个台中东半岛所有的军事设施啊，然后呢整个是高雄啊台北的所有的主要政府机构军队所在地，它就是给你来个狂轰乱炸啊，这种炸的时候可能是非常之快啊，连着炸上几个小时10个小时，台湾肯定有一波极为猛烈的反击啊！台湾这个时候就一定是对大连、福建、上海等沿海啊、广东、江西的基地，那是台湾的武器都是美国的啊，一定会上，而且可能还会占优势。大家别忘了，今天的乌克兰真正的赢势还是北约在后面撑着他呢，还是北约用了技术上的资源和美国派出的。啊，就技术上的不对，这叫什么？
代理人战争，就是核心老大在旁边指导呢，就像两个拳手旁边有教练啊，而且给递水递茶的是吧，这要不然乌克兰那一个小时也撑不住就完了，老百姓也懂啊，泽连斯基也懂，台湾这个是绝对不一样的。台湾如果说能撑过仨小时，我觉得台湾就赢了，不用撑过一天。为什么？美国、日本一定上，一定上，澳大利亚这邻居一定上，啊，甚至是直接参与战争，啊，而且如果上的话，我说过三分钟，美国要是玩狠的话，三分钟就共匪的30,000多个基地，你绝对从天上唰就下去了，那他不会是吧？瞄半天，跟那个共产党拍电影一样，旁边那还谈恋爱，然后亲亲嘴，然后写遗书，然后再唱几首歌，没这事儿，知道吗？唰一个箭下去，全部给你扫平。啊，一定是这结局，要么就美军已经跟台军勾兑好了，台军导弹的时候你怎么反导弹怎么用，只要导弹过来，我这块的导弹就直接打到你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大连基地怎么弄？啊，那可能第一波啊，共匪啊，他觉得自己很牛叉呢，这是美军装备是吧？而且是 AI 战争，直接夸就给你过去了，啊，说不定这回谁死的人多呢？这个时候共匪会疯狂，啊，可能拿出什么核武器威胁呀，甚至真敢弄两下子，啊，都是有可能。但是我今天告诉的，我先跟你分享的凯瑞，我觉得台湾的部队不管如何，我觉得这次一定会大战，一定会大战。我相信台湾人不会输乌克兰人，啊，因为这台湾人的70年被受着窝囊气，你想什么人都受得了70年呢？而且这全家人都在岛上呢，更重要是台湾有全世界的支持。你知道美军，就像刚才有人问我啊，我身边说为什么乌克兰美军纽约北约不打，是吧？为什么台湾一定打？我说很简单，啊，台湾就像我和卡利西你们这关系，能不打吗？是不是？那肯定打。乌克兰是啥关系呢？是不是咱们的战友？是战友的战友，还没有什么，也没什么基系列投资，也没跟我们上过街，是这可以不打，可以不帮。那就送你们几个啊，卡利西、千羽，好好，还有凯瑞，那二话不说就冲上去了，对吧？那就这么简单道理，切身利益、自身安全、共同的生死的这种关系，啊，这一定的。谢谢凯瑞。好，谢谢齐哥。切身的利益哈，在每一个人之间，在国家之间也都是存在的哈。那有请我们的好好先生，请。好的，全球 GTV 的观众们，台前幕后的战友们，尊敬的文圭先生好。我是好好先生，来自于温哥华原城农场，这是我第一次和文圭先生同心同光，正在享受这个心跳加速的感觉。我相信这场会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直播。在问问题之前，我想简单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就是自己曾经其实也是被中共洗脑，曾经放弃过美国的身份，回国创业。所以文国先生说媒体是一个核弹，我一直坚信不疑。不过，在回国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二战的战争，知道战争的残酷啊，所以就是说又重新跑出来了。不过我坚信，在共产党倒下的时候，其实会带走很多人呢。那有幸遇到文贵先生这个灾难，并且遇到了这么多如兄弟姐妹般的战友啊，非常的感谢，让我不再孤单。而且文贵先生精准的预测了这个热战的爆发，我们现在都身处于这个战争之中。其实昨天我准备了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媒体的。不过昨天在紧急大直播中，其实文贵先生已经解决了我那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联盟层级的一个媒体去做这个战争的推广，我自己也非常愿意投入到这个其中。我自己正在负责一些农场的推流。那我这里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在二战中其实信息主要是通过这一个收音机传播比较慢，但是在2020年其实全世界人都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在直播的这一场战争。刚刚文国先生也说了一些这个媒体对这个热战的影响，这里想问一下文国先生，可不可以再展开一下，就是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可以直播的看一场战争。好的，谢谢。谢谢啊，好好先生刚才一句话，放弃美国国旗被洗脑回去。我们很多战友就在乌克兰，现在有一家人啊，他和他的舅舅啊，这个全家都到了乌克兰。
啊，这个痛苦万分啊。他说我给我们领导组织上发信息，领导说马上就你们啊，联络联络啊，就联络联络信号，不，我信号不好啊，信号不好，哎呀，没了，是吧？找不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这个战争已经开始了。他说这个非常凄惨。他说你看我这是从美国，我回到了中国，十几年效力，我这孩子长大，孩子也来到了乌克兰，就是搞这个大飞机技术的啊。这个关键时候不但不救我们，还这样甩我们，而且说战略需要你应该待在乌克兰观察战争，还给一堆命令，就你死你活跟没关系，用死你啊。这邪恶的共产党，就是你用什么样的词儿来形容中国那个不要脸已经没法形容了。就像索赖女弄成这个俩人的名字驴唇不对马嘴，他能把卡利西变成好好先生，好好就变成卡利西，然后他义正辞严，你这简直是疯狂的。所以他说我现在我是伤透了心，我死不会回中国啊。那么他其中就谈到，他说七哥，他乌克兰这次的信息战打的是真好啊，社交媒体是用的真好，而且他们特别厉害。你说俄罗斯人用什么社交媒体啊？主要是 Telegram 还有 Facebook 啊，他们推特很少的啊。然后这个俄罗斯人接受的信息啊，包括 LINE 他们也用啊，现在用的也不少。那么整个泽连斯基这个哥们聪明在哪儿了？花了很少的钱把乌克兰的优势用起来了，所有跟乌克兰有关系的工程师们发动起来，你们要利用一切黑科技让俄罗斯人内部瓦解，让全世界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大家你发现这人心呢，它太重要了。你打人家家去，你把人家家里都给毁掉的时候，乌克兰那工程师他在哪的人他也得上啊，是吧？就像我们在喜兰楚的这工乌克兰人说，你们一定要给我们特权，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要以我们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上班你也得怎么着怎么着。人家喜兰楚做出决定，你不来上班，工资照发。啊，你这是人家保家卫国呢，是不是？这时候你肯定这么做呀。啊，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看，特别是欧洲 SWIFT 在清除这个事儿上，你注意到这个细节了吗？呼吁 SWIFT 清除的最多是什么媒体？社交媒体，主流媒体几乎不敢说。啊，七哥啊，是唯一一个在社会呼吁说你不搞这 SWIFT 你就是完蛋的，而且影响特别大。你去看看，你们没有注意到，你上俄罗斯媒体、意大利媒体，很多媒体都在把我的话翻译成话，迅速传播。也就是十几分钟，我这边直播那边就大量传播，而且所有的欧联盟的人啊，给我发信息说 ：“Miles， 你刚才直播，什么土耳其人都发信息，哇塞，都收到了。你看他们多会用啊！”说一个人家 Miles 郭子说你们根本就是孬种，你为啥不掐他 SWIFT， 掐他就完蛋了。再一个一万多亿的这个俄罗斯的富豪资产全在这个地中海，你为啥不采取措施啊？你看他们的社交媒体用到什么极致，咱新中联盟要好好学习。七哥就是咱现在还没有战争呢，我直播完最起码得半小时俩小时甚至几个小时以后才出去，你跟人家不差远了吗？好好先生现在说我现在传播爆料革命是吧，推流，你推流是你